来卖香烟了，卖香烟了。香烟了，谁要香烟？来，先生要香烟吗？卖香烟了，卖香烟。时间差不多了，你好，请问是宋小姐和杨先生是吧？这是一位姓金的先生送您二位的咖啡。他人呢？他人早走了，他给您留了一张字条。谢谢。想必杨先生的箱子里装的不是金条，而是二位从上海带来的行李吧。不好意思，让你们白跑了一趟，咖啡我请，不成敬意，知名不具。他是怎么知道的？还了解到什么？他们家确实很穷，他娘已经一把年纪了，还在给人家洗衣服赚一点辛苦钱。赚一点辛苦钱。啊，进来。局长。哎。石明喜啊。民国元年生人。民国19年当了警察。当警察够早的啊。少说这些没用的。想说啥就直说吧。好。这个赵副局长呢跟我说，你的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屡破大案呢。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能力这么强，为什么国民党时期还有伪满洲国时期都没有受到过重用？我这人脾气不好，眼里不揉沙子，见不了当官的跟那扯犊子，所以没有人重用我这样的人。喜欢当警察吗？养家糊口。这年月我们老百姓要是想过日子不挨人欺负，不当警察就得当土匪，土匪咱干不来。打小听书就记住一句，除暴安良，所以没啥可选的，当警察。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养家糊口，除暴安良。石明喜，给你个差事，好好的除暴安良怎么样？啊，让你当一个侦缉队的副队长，想干吗？啥呀？让他给我当副队长？怎么了？有意见？没有。没意见就服从命令，行吗？是。石明喜，看你这脸色，好像给你个侦缉队副队长干还不太高兴啊。要不然我拿我这局长跟你换换啊。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一警察，不管谁当家，不管什么时候，我就干一个警察该干的事儿。说得好，干的都是警察该干的事儿。送他去报道。还有啊，一会儿到总务科帮他领袋大米。哎，啊，走吧。我石明喜凭本事吃饭，您这大米我不要，吃人的嘴短。哎，我说石明喜，你差不多行了你。
啊，我实话告诉你，局长是看在你娘岁数大，身体不好，还得给别人家干活，这才特批的粮食给你们，知道吗？你们去我家了？那是，不摸清楚你底细，能让你给我当副队长吗？局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的老娘我自己能养，谢谢您。是个汉子啊。领他去报道吧。哎，有一个好消息，佳木斯组的人在当地日本宪兵队还没来得及烧毁的档案里发现了金宇轩的照片。先生，小姐，开台啊。你看看，摩洛斯弹子房的服务生。嗯，要不要去抓？不用了，肯定早就不在那儿了。看来没有金条，这交易谈不下去。我们轻敌了。从明天开始，各小队恢复自身建制，日常任务由队长负责。大家继续搜集金宇轩的一切资料，收到后马上汇报。总部，板垣军火应可确认确有其事。金宇轩其人素有经验，恐难强取。目前上策为事已成意，向机而动。局长，长春地下党发来情报，您看，沉睡者从军统总部打探到，哈尔滨特派员已经联系上了金宇轩，确认了板垣军火的真实性，并请求南京政府方面拨付金条。200根金条，也不是个小数目。他们即使同意拿钱来买情报，要想找到这200根金条，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想，我们应该还有机会。程强带领公安战士对哈尔滨的敌对势力国民党特务、汉奸、不法商人进行了大抓捕，打掉了敌对势力的气焰，但同时也波及了一些商人，引来很多对共产党的猜疑和指责，甚至是对抗的情绪。时局混乱，一些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大肆渔利，引发市场价格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升，穷苦百姓买不起粮，吃不饱饭，民心浮动，社会动荡。喂，是我吗？哦，钟书记，关于粮食价格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这个事儿啊，它不归我们管啊。粮食价格暴涨，群众怨声载道，严重影响到社会治安，怎么会不归你管呢？我知道，但是现在东北局呢要求我们加紧力度啊，来追查这个板垣军火的事情。这不意味着让你对社会治安放任自流。现在哈尔滨是我党唯一手中握有的大城市，哈尔滨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共产党在群众心目当中形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用我提醒你吗？局长，你也不必为此事发愁，把这些闹事的人全都抓回来，从重处理。哎呀，人老百姓肚子饿，闹一闹咱们可以理解。那您的意思是把那些囤粮的资本家全都抓起来？你别动不动就抓人好吧，你以前那套现在行不通了。主要是现在暂时没有具体的市场管理法规呀，不太好办呐。宋会长，你说吧。赵副局长啊，此次登门拜访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是这样，最近呢，这个哈尔滨的粮价呀，打着滚的涨了3倍。这一涨价呢，这老百姓就吃不起粮食了，吃不起粮食他们就闹事儿，这一闹事儿，社会治安就乱。
所以呢，想请宋老先生出面，帮助我们给协调协调。张副局长，自古商贾逐利，大家瞧得起我，推我为这个商会会长。可是眼下时局这么微妙，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啊，是是是是。可是这件事儿，市委的中治云书记非常的重视啊，还有我们的城墙局长，也是千叮咛万嘱咐。 让晚辈务必请您出手相助。哎呦，这事儿大了，又是书记又是局长的，我说贤弟，你这是拿官威在压我呀！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就是我们这个跑腿当差的难办呐。这两下一长，把我们的脑袋都给疼坏了。可是这事儿对宋老先生您呢，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宋老先生。 您要是帮了我们这个忙，我们是一定会感念您这份恩情的。哦，你们，那你倒是说说，我要是帮了这个忙，会长将如何感念我的恩情啊？这个，哎呀，所以说呀，赵副局长，这事儿啊，你也就别难为我了。此事我无能为力。局长，是我办事不力。 啊，主要是您不知道，这个宋老先生啊，那是出了名的要面子，我这付的也不够分量啊，还是得您亲自出马。这个俄国人和日本人遭人恨，可是，在城市建设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服人家啊。哈尔滨要是在咱中国人自个儿手里边，见不成今天这样。 你又说水泥吧，同样的标号，人家水泥烧的结实。老爷，有客人来了。副的刚走，正的来了吧？老爷真是位不先知啊，是公安局城墙局长。说不在。 程局长，对不起，老爷不在家，您改日再来吧。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去公司处理一些业务，什么时候回来可没个准儿啊。没关系，我等他。怎么能让您在这干等着呢？老爷知道会责备我，我担当不起呀。我今天有事情，一定要见到宋会长。那，您在这稍等，我去跟大小姐商量一下。好的，麻烦你了。 这是宋红玲的家，她当然在，她的丈夫当然也在。程强知道自己内心是多么渴望见到她，但是见到了她，又能说什么呢？这他们刚给我寄来的电话，会长还是不错的。老爷，嗯，他不肯走，说今天一定要见到您不可。说不见就不见，那就让他在门口站着。 宋红玲当然明白父亲的顾虑，但她又希望能通过父亲结识这位公安局局长，因为这对她在哈尔滨展开工作是有帮助的，说不定还可以善加利用。爸，要不这样吧，您先上楼避一避，让他进来，我们劝他走。这样也好。 8年来，宋红玲无数次地想象与爱人重逢的情景，但没想到的是，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公安局长程强，
竟是他当年的恋人刘兴汉，猝不及防，令他几乎无法呼吸。他还无法估量这一刻的重逢会给未来的一切带来什么。你先生对你挺好啊。嗯，对我挺好的。这就好。你呢？还没结婚？我没有。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陈丹秋同志给我改的。为什么没告诉我？我回国的时候给你写过信，可你没回。什么时候？回国以后才知道。那时候延安在搞抢救运动，有可能我的心被扣留检查了。我以为你死了。我回来以后派人到国统区找过你，没找到。我以为你去了欧洲或者是美国。所以你就没有继续找我。这后半句宋红龄没能说出口。战乱年代生如浮萍，你怎么能够要求他在万千人海中找到一个隐姓埋名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的期望是没有道理的。局长哪里人呢？我啊，我是东北人。之前好像在哪儿见过，去过上海吗？上海，没去过。哦，原先啊，组织上准备派我去一下上海，但是后来阴差阳错又没去。什么事儿？郭爷，这干什么？慌慌张张的。有人送来一封信，说一定要老爷亲启。我看他像个坏人，就赶紧把信拿进来了。人呢？把信扔给我就跑了。杨先生，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你还是看一看这封信吧。这上面说要我岳父亲启。我上去跟红玲商量一下，您请坐。哎，请坐。混蛋，竟然敢欺负到我头上来了！岂有此理，胆大妄为！看看
看看。贵府二小姐玉涵正在舍下小聚，两个小时内请派人到三道岗接人。小子洪宝奎大战不死，得脱牢笼。万宋老爷慈悲心肠，施舍四根金条，谢了。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学封建王朝那一套，搞什么大赦天下？这个洪宝奎什么人呢？啊，欺行霸市，无恶不作，好不容易把他抓着了，你们一进城居然把他给放了，荒唐！爸，您先别着急，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想办法吧。还有什么办法可想？照县长说的，花钱赎人，这样不行。怎么不行？宋会长，不能拿钱赎人，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宋家二小姐给你带回来。这是我们宋家的事，不用你管。老王，备金条。哎，宋会长，这不仅仅是你们宋家的事儿，也关系到哈尔滨的治安问题，还有那个洪宝奎，我可以告诉你。即使你把钱给了他，他也不一定放了宋家二小姐。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没错。喂，给我接公安局。在这个口和这个口，都要安排人。是，这几个方向都有。这块有窗户吗？有。窗户有，但是很高，他们轻易也跑不出去。确定是打这儿是吧？局长，有局长，局长，什么情况？已经布置完了，暂时没什么动静。局长，这边小路特别多，七扭八歪的，没个规矩。洪宝奎是这边地头蛇，这人心狠手辣。心狠手辣啥呀？啊，就一地痞流氓。局长，我的意思是咱直接进去抓人。局长，我觉得咱不能硬来。洪宝奎这小子是啥变的，我比谁都清楚。当初他绑票，拿了赎金，可人质还有死伤。要是真把他逼急了，我怕他会对宋家二小姐下手。对，绝对不能硬来，还是让锦绣去把钱交了赎人吧。哎，是啊，程局长，我去把人赎回来，然后你们再去抓人，好不好？杨先生，你先别急，你出来哈尔滨，我也是出来哈尔滨，对他们来说呢，都是生面孔。所以说呢，我如果冒充你去的话，一定会把二小姐带回来。局长，咱仨都是刚来哈尔滨，我也是生面孔，我去。你虽然是生面孔，但你长得不像宋家的女婿，哈哈，你看你那傻样，跟你开个玩笑。其实我长得也不像宋家的女婿，但是我穿上杨先生的衣服，没准就像了啊。放心吧，我会把二小姐带回来的。宋家的驸马爷杨先生，洪爷好。钱带到了吗？兄弟们的茶钱一分都不少啊，还希望洪爷按规矩办事，放了二小姐。我真想跟你讲规矩，但是你的人都来了，你说我怎么按规矩办事？耍流氓是吧？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也知道我们宋家在哈尔滨的实力，我既然一个人敢来，我就有一个人来的道理。要挟，不愧是宋家的驸马爷，果然不一般，佩服。姐夫，走。洪爷，您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是把你们俩给放了，回头宋老爷把警察给叫过来，把我们给端了，你说咋办呀？那你说怎么办？你把我们送出城，我就把你们俩给放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二小姐给放，我呢陪你出城。
兄弟们，看看，这就是解放。关云长在世。哎，你姐眼力挺好啊，真是有福气。别说那些没用的，到底行还是不行？不行。咱们算算啊，你说如果死了，他姐还能嫁人？姐夫，你的命没有他们姐俩值钱。洪宝奎，你个臭流氓，你卑鄙无耻啊你！是啊，红爷，你说的有道理啊。既然没有别的办法，看来也只能这样。这钱，您还是照收，啊。姐夫，你的枪没有多。你好像查错了，再好好数一数。枪在家吗？对了，在了。快！哎，你可真够麻烦的。王国辉，他妈别跟我装王八犊子，把枪都给我放下。红爷。您可别激动，少废话，把枪放下。还有你们，把枪都给我放下。好，不放是吧？如果你们不放下枪，大不了一块死。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数三个数，你们要是还不放枪，我就打死他。一。尿啊！哎，大姐子，你兄弟尿裤子了！哥，你快趁你俩都把枪放下呀！池州，你他妈把嘴给我闭上！再他妈丢人现眼，老子先崩了你！尿去！大喜子，你兄弟的命还没你面子值钱呢！姓洪的，少他妈搁这扯王八犊子！还我今天就他妈也在这扯王八犊子！滚，大师傅滚！姑爷，您别激动，快别着火呀，亲！别废话，闪开！哎，洪爷，别激动啊！你们把枪都放下，啊，把枪都放下！你把它放了。我就放了，拉倒吧，你别骗我了，我又不是小孩儿。闪开，都给我闪开。红爷，这到门口的路很长啊，你确定你能走到吗？姐夫，再长也得走啊。多远都得走啊，就怕你走不到。爸爸，我回来了。你真的没事吧？真的没事。爸爸。你没事吧？没事，好着呢。绑匪洪宝奎已经被抓了，多亏了程局长。哇，多谢程局长，多谢程局长。我宋博阳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日后……哎，你太客气了，这是我分内的事情，应该的啊。爸爸，爸爸，程局长可英勇了，万千军中取上将首级。程局长。过两天我先到公安局登门拜谢，然后咱们再商讨控制粮价事宜。宋会长，你要是出面协商真是太好了，这是老百姓的福分，在这里我先谢了啊。那我就先告辞了，我送走。再见。未央，哎，怎么没跟人说声谢谢啊？是吗？我忘了。
子哥，行了，这牛肉特正宗。吃菜。来，哥们儿来，这牛肉真地道。哎呀，这酒真好呀。来，来，哥们儿来。咱不管他。来，喝。来来来，咱来。来，哥，我给你丢脸了。你说我咋这么完蛋？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一到关键时候掉链子，真完蛋！停吧，该打，完蛋，该打，停！起来。在座的都是跟着我石明喜多年的老兄弟，你们也都知道，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不会混场面，干不了那些下三滥的事儿，害得兄弟们这些年跟着我也没落着啥实惠，还净带着你们往风口浪尖的上闯。这碗酒，我敬弟兄们。喜子哥，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兄弟们跟着你，不求什么荣华富贵，咱们图的呀是这份哥们义气，这份血性。是，来，兄弟们敬你。来，喜子哥，都别动，都别动。这碗酒还是我自己喝。眼下时局不稳，咱哈尔滨的天已经一年三变了。可咱们是警察，不管谁当家，不管什么时候，咱们警察也得干咱们该干的事儿。天在变，天理不变。是兄弟就不说外话，谁不是拉家带口的？谁愿意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这碗酒喝了，如果有哪个兄弟不想再这么提上杠杆过日子，就可以先回去了。哥，兄弟我就认你，这辈子就跟你混了。谁走，兄弟我都不走。对，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歪。对，喜子哥，咱就认你是哥，对不对，兄弟们？对。好，好兄弟，既然还要跟我一块干，就得干出个样。坐下吧。第三碗，自打共产党进了咱哈尔滨，这桩桩件件的咱们都看在眼里。程局长、吴队长这帮子没怂过，全是汉子，我石明喜服。可咱们在座的也是铁打的东北爷们儿，咱东北爷们儿最看重的是啥？脸。脸是谁给的？爹妈给的，自己赚的。说得好，都端起来。为了咱东北爷们这张脸，干！干！干！怎么还不休息啊？宋长官，我有个疑问，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跟公安局那个程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觉得我连这些都看不出来吗？我认为我有必要知道，这关系到我们这次任务的成败。你真的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应该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
我跟程强曾经是恋人。